因為海外好朋友嗰日都支持我唱齊豫嘅，咁誒當然咁點解又成日擺埋一 pair 咧？我就會諗起邱小姐，邱小姐又好支持我唱齊豫。咁今晚咧佢點呢首咧就係、是、三個字，不過唔係橄欖樹三個字嘅歌，就係、是、咦都係同啲樹有關係嘅楓葉啊，楓葉情係啊，多謝邱小姐啊。千万千，我带给你爱。